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虽然人类在地球上处于食物链顶端，自然界中有太多我们还不了解的事物存在。古老传说中的许多动物在后来也是被人证实存在，但是一直有一种生物从来没被证实存在，但却频繁出现在人们平常的对话中，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龙。在建国之后，长江沿岸多次发生走蛟，目击者称好像在渡劫，不仅让人好奇这是什么情况，今天我们就来带大家一起探寻一下这走蛟背后的故事。蛟存在于上古传说当中，是一种还未被证实存在的生物。传说中蛟是还没有成功进化的龙，长相和龙类似，也能腾云驾雾，兴风作雨，只是比龙少了两只爪子。所以在古代也是有很多对蛟的崇拜，这种生物也就在口耳相传中被记载了下来。千百年来，对蛟的目击十分之多，真假难辨，但是描述却都出奇的一致，十分让人费解，这蛟是不是真的存在，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。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几次影响力比较大的目击事件。恶蛟。话说在1984年的洞庭湖周围，几个农民和往常一样做着农活，十分惬意地享受着田园时光。没想到这时突然风云大变，乌云滚滚袭来，眼看就要下大雨。几个农民诧异之余，赶忙收拾起了农具，准备赶回家，没想到一个炸雷响起，大雨倾盆而至。几个农民四散开来，各回各家。其中一位在赶路的过程中突然听见一些奇怪的声响，听着像是呻吟声，但是却听不出是什么生物。他壮着胆子去往查看，只见地上趴着一个庞然大物，像是一条巨大的蛇，但是头上却顶着两只脚，痛苦地在地上扭动着，鲜血淋漓，显然是一只蛟龙。如此场景让这位农民吓了一跳，屁滚尿流地逃回家中，事后壮着胆子叫来他人一起去查看，却发现这蛟龙早就无影无踪，只留下了挣扎之后的痕迹。1998年，长江发生洪涝灾害，在很多流域都发生了决堤的情况。当时的人们全心全力对抗洪水，基本整日都住在江边，以防洪灾恶化，影响到自家田地的收成。众人连日抗洪，早就累得不可开交，却没曾想这时听闻江中一声巨响。众人以为是要决堤，赶忙跑去江边查看，没想到看到的是一条浑身漆黑的身影。这条黑影头顶两脚在江中游动，动作迅速无比，周身发亮，江面被他搅得水波不平，层层叠浪。众人马上联想到了呼风唤雨的蛟龙，这条黑影长十几米，显然不是寻常动物。还没等众人回过神，他就遁入江中，不知所踪了。走蛟。蛟龙到底存不存在，这一直是生物学家们十分关心的问题。作为被流传下来的动物，多次出现在古籍之中，再加上长久以来的目击记录，似乎它真的是一种我们还没了解到的物种。但是如果这样长十几米的动物存在，又怎么可能不被人发现呢？至今人们没有得到过任何蛟的遗体，只是从目击者和并不清晰的可能伪造的影像中了解这种生物。如果蛟真的不存在，那为什么每次目击者的描述都出奇的吻合呢？通体黑色，长十几米，到来时都伴有雷电风雨，并且蛟的目击大都发生在长江流域，在其他地方鲜有耳闻。这是不是证明蛟依水而生的习性呢？种种矛盾，种种疑惑，导致一直到今天，相关人员也不敢证实和彻底否认蛟的存在。如果蛟不存在，那么目击者们看到的又是什么生物呢？很多人认为目击者们见到的应该是巨型蟒蛇，因为蟒蛇一般也是通体黑色，并且能够长到十几米长，其他生物很少能有这样细长的体型。至于头上的两只脚，则可能是人们的视觉误差造成的，那两只脚很有可能是树枝、石头等物体。因为目击者们在见到蛟的时候都是十分激动或者慌张的，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很有可能出现视觉偏差，再加上见到十几米长的庞然大物，主要任务自然是逃跑，没有机会更加细致地进行观察，所以才会把巨蟒认为是蛟龙。这样的回答肯定是让很多人都不满意的，因为出于好奇心和对自己民族图腾的认同，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蛟和龙都真实存在。蛟作为一种能够呼风唤雨的生物，显然是超出我们认知的，也就是不科学的。但是我们需要静下心来想一想，什么是科学？在达芬奇和哥白尼之前，所有人都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；在达尔文之前，所有人都想不到自己的祖先是猿猴；在贝尔之前，所有人都没有想过用电可以传达人的声音。所以科学是相对的，我们不了解的东西还太多，已知越多则未知越多，人们探索宇宙却获得了更多未知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我们越来越不愿意去相信某些事情，这自然是好事，证明了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。
但是对于未知，我们仍旧应该保持一颗敬畏之心，不能夜郎自大，妄自菲薄，闭门造车。要敢于思考，敢于质疑，敢于承认。科学从来不是主观的一端，用自己的知识去证实和否认某样事物，才是真正的科学。